你俩干啥呢？说悄悄话呢？啊？妈问你话来，你这大外孙长这么大，谁帮你带大的呀？啊？啊，大辉啊？我太难了。谁帮你带大的？这咋生气了呢？这没人帮你带呀？你媳妇萌萌没帮你带吗？没帮我带呀？你看生气了。萌萌，你怎么不带外孙呢？啊？你啥意思？跳舞啥意思？你带了？啊，我带我外孙了，妈妈。慧慧啊，你看萌萌说带了，你别生气了，快。这么的吧，萌萌，你给小辉演示一下，你看你带不带外孙啊？来，我来。看我可不可爱，想不想把我宠坏？能拥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无数期待。等你生气的时候，是一口可爱。是不是带外孙哄孩子了？你没看见，你还生气，是吗，萌萌？这老爷和老爷别人不错哈，哎，奖励小香肠吃啊，哎，给你老公吃一口，你别抢啊，家人们啊，小香肠14.9一大包，950克，60根啊，鸡肉味和牛肉味的两种口味，宝宝可爱吃了啊，猫也能吃，狗也能吃啊，一个月以上的毛孩子都可以吃，软软乎乎的啊，你让你老公吃一口，你瞅。你就一口跟他一口，一点没有切样心啊！哎，你让你老公吃一口，这孩子你说好了，别抢了啊，给你吃啊，嗯，各位吃，哎。